传统上中国人总希望在往生之前能留一口气回家，留一口气回家究竟有没有意义呢？这个也是世俗的观念呢，总觉得人已经死了，死在家里头就比较好嘛。事实上现在啊，在欧美，在开发的这个已经开发的国家，人死在家里的人是很少的，就是家里的那么小，家庭啊非常小，只有一个房间，一个客厅，这是小小的一个小厨房连着客厅在一起，你回家以后没地方放啊，停尸没地方停啊。所以说呢，在西方啊，人就死在医院，从医院就到殡仪馆，然后就到火葬场，或者就到坟场，那就这样的过程，没有一定要到回到家里去啊，没有这个，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人或者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习俗啊。有的人呢，他根本一死亡以后，他就马上就离开了。我说到了啊，又介绍到罪业特别重的人，马上就下地狱。罪业这个福报，或者是呢修行特别深厚的人，他马上就升天或者是升佛国。那有没有口气留到回家去，这个毫无意义。向死者道别，让生者放下，丧葬在生与死之间画下了句点，但也是祝福未来的起点。中国人过去习惯用土葬的方式，现在呢也逐渐接受了火葬。人们对于丧葬的方式总坚持些原则，但究竟什么样的原则才是对生者和亡者都是最好的呢？丧葬以隆重庄严为第一个原则，但是呢要简朴，要啊让亡者有尊严，让参与葬礼的人，参与丧礼的人感觉到亡者有尊严，而这个活人呢，生者亲友们也有尊严，这是最好的一种葬礼。所谓这个隆重庄严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说让人感觉到他是非常安详的、平静的、和谐的往生西方了，而亲友们在这个时候在怀念他，而他呢向大家就是所谓告别式，就是挥手再见了，这他又安详的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他又到另外一个国度去了，或者是呢他带有另外一个前程呢，一段旅程呢他要去了，我们给他送行的时候应该是为他祝福，为他这个办一场啊送行的一项啊仪式。我们现在送行的时候有时候一个茶会就是送行的嘛，不一定要大鱼大肉大酒的这吃啊闹啊哭啊笑啊，也不一定。有形形体的成住坏空，正说明了诸行无常。在大自然里，花草树木动物死亡之后都回归了大自然，成为滋养万物最好的养分，这是最天然的葬礼，很值得我们人类效法。圣严法师也极力提倡这种最合乎环保的葬礼。葬仪里边呢，就是葬式里边呢，用这个世界各国啊，到现在为止啊，有土葬，有火葬，有水葬，有天葬，也这么多哈。那么有天葬啊，
天葬是给鸟吃，对，水葬就是就泡在河里边的，泡在水里边的啊。现在呢，正在提倡的是撒葬、植葬、植啊，就是植物的植，种植的植啊。撒葬呢，有撒在陆地上，有撒在海里边，但是呢，如果说是火葬的话，火葬变成灰，变成灰以后，它通常在印度呢，把成灰以后就撒在海里面去，撒在恒河里面去，或者撒上山上去。印度土的火葬就是撒掉的，连释迦牟尼佛火葬以后也是撒的，他在空中这个火葬。在空中啊，就是火烧掉了，烧掉了舍利啊，到处撒在恒河的两岸，到处都是。所以说呢，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说有一个全尸，全身葬在哪里。后来大家他那个舍利呢，就是分他的舍利，分他的舍利，烧下来的这些坚固纸，舍利分他去供养去了。那分的供养人家不是叫分尸了吗？变成的说起来很难听的，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纪念物了，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了不得的事，就把它当成纪念物。因为佛已经涅槃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子的对他怀念，就拿他的遗物里边的身体上的一个坚固质，叫舍利质啊，拿去供养啊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到现在为止，大家有供养舍利的一种习惯啊。另外就是中国人呢，和尚死了以后啊，就入塔，这个用做缸，放在缸里边，那打坐的姿势，把它放在缸里边，缸上下边一只缸，上面还放一只缸，两只缸啊，把它立起来以后呢，这个就是就封起来，封缸，封缸以后，有的是土葬，就埋的。地下去，有的是就做个塔，就放在塔里边，是这样子。那么这一个呢，像是在台湾的那个慈航法师啊，就是标准的是这样子的做法的。那另外的呢，火化之后啊，就把它变成骨灰坛，放在骨灰坛里边。那又这是一个变相。通常的人呢，土葬以后过了三年要捡骨头。把骨头捡起来，台湾话叫做捡筋，把这个筋捡，这个骨头捡起来以后放在骨灰，放在骨坛里边去。那骨灰坛呢，实际上已经是骨灰了，再装那个坛子里边，这是变相的，就是用骨坛啊，这个是变相的一个东西，实际上是类似，并没差不了多少。因此最好的办法回到释迦牟尼佛的根源去，这个是撒葬，这个来自于自然，又回归于自然。那么撒葬呢？中国大陆啊，他们这个，倒反而比较早一些。他们用这个树葬，这个种一棵树，这个人死了以后呢，是骨灰把它埋在那个地方，那个上面种一棵树，然后就把这棵树把它当成他那个纪念品了。这也有问题，也有问题啊。那树死了怎么办？啊，树死了没办，怎么办？还有呢，种了一棵树以后，其他的人不能再埋另外一个人埋进去，他还是同样的占有一个空间，不过他那个空间里面种了一棵树而已，是这样子。那么有的人是花葬，种花，这个上面呢种上花，这个。埋在地下，让上面种花，那其实以后永远要种花，不种花不行了，这个也有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呢提倡呢植葬，植啊就栽种，种植像植物一样的种下去，就是把那泥里边呢打几个洞，然后把这个骨灰呢弄得粘得细细的，粘成粉末，跟土壤完全相同，跟土壤结合。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可能个
这个戒指灵芝比较多，灵芝已经烧掉，戒指还在，那把这个土壤把它再改造一下，重新再可以再执掌。我们现在在提倡这样子的一个葬法，叫自然的执葬法。那么这种葬法是最经济、最不占有啊空间，在同一个空间里边呢，可以有许多许多的人永远可以一直站下去。这个人的骨灰正在磨细了以后啊，很少哎，没多少的。然后呢，回归大地以后，很快就变成泥，所以化为春泥更护花。实际上，真正是执葬，才是真正的可化为春泥。嗯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想象着日后自己化作尘、化作土的骨灰，可以栽种出繁花似锦的山水大地，仿佛胸中也先有一幅美丽的山水。原来生与死之间没有界限，没有距离。当形骸消失，而新的风光因此诞生时，我们也就了然世间的善因缘。中国哲学家庄子说，死是大自由，可以以天为盖，地为果，可以是蝼蚁苍蝇腹中食。无论是哪一种，亡者跟亲友都因此能在生与死之间自由潇洒地来去，这也是善终的大福气吧。了解死亡，你就不怕死亡，不会等死，但是不会怕死。了解死亡，就是要做好死亡的准备。我们呢，人一出生呢，就已经命中注定的那一天一定会到。有的人是来的早一点，有的人是来的迟一点，有的人是来的中间，啊，这个一定会来。这准备好死亡，那你把生前的事要做的事，赶快的要做。还有呢，对于身后，你不要让你的亲人友人呢麻烦，你要处理的事情赶快处理掉，或者是呢，你预立遗嘱、预立遗言呢，让交代一下这个后边的人，让后边的人呢，让亲友们呢，这个知道怎么做法，不要弄到最后啊，他这是直接死了，这抛下了好多的问题，这个都没有处理，因为最初不想自己要死，想不到自己要死，自己也不想死，结果一下子就死掉了。死掉了以后呢，财产没有处理好，家族的问题没处理好，有许多的自己的遗愿没有了，那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，那死了以后啊，人家还在骂，背后人家这死后就骂。骂死人，那是自己死了还被骂，就不需要这样子。一定呢，就是准备死亡，随时随地做好死亡的准备。所以最好呢，一年立一次遗言，预立遗言，自己交代一下，有什么事情怎么处理，什么事情怎么处理。自己是，还有呢，自己要到哪去，晓得要自己要到哪里去，自己愿意要到哪里去，这个。准备死亡就是准备的，我结束了这个旅程，我的下一站的旅程是什么？那对于自己来讲的话，太安全了，就是平平安安的活，平平安安的死，平平安安的离开以后，就到平平安安的又到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，多好！你看一看，很多人在亲人往生以后，心里很难受，因此不惜借助方法求见亲人一面。关于前亡灵或者是观落阴，这个在电视台上啊做的最多了，有几家电视台专门
来这个连续的播出，而且还能够表演，像这种呢，我们只能说是把它当成呢，这是在玩的一种把戏。人死了以后，我们知道他们呢，很可能是在啊中阴身的阶段，很可能他们已经投生去了，很可能如果上了天就到天国去了，或者到佛国去了，或者是进入鬼道啊，他们已经没办法出来了，或者是就变成地狱道啊，他根本不可能出来的。所以是那一些观录音啊，或者是千亡魂千亡灵啊，像这样子的这种我们只能说是他们这是一种质疑，这种质疑呢可能好像是让你觉得像是亲人见到亲人了，这里边真正的成分不多的，应该都是假的多，真的少。但是因为他们是质疑，他们质疑啊，这恍恍惚惚啊，就好像他们就变成了他们这个亲人的化身，那听起来好像就是他们的亲人。由于有了死亡，因此各民族也就有了各种的灵异传说。这种说灵异现象啊，这是各形各色都可能发生，也就是人往生以后，他们多半的是啊都是单独的存在的，说集体的在一起存在的这个可能性不大，但是呢有可能集体性的，就是某个地方正在做服事，或者做超度的服事，或者是诵经，或者是做回向，或者是呢做供养，那可能呢各种各样的这灵体啊都会受到这个佛法的影响的关系，也会集中到一起来。集中到一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相，并不是互相啊，说是有一个队长，一个团长，有组织的，不是，他们还是各人是个人的，灵体是不同的灵体。那凡是类似的，像这种道场啊，做服事的时候，都可能发生。其实像我们，弄禅寺啊，或者是哪一个道场啊，要拜两黄忏，或者是呢拜水忏，或者是放焰口，或者是打水路，像类似这种这个做服事的场合啊，这种灵体啊是相当多。这种灵体只是游来游去的，并不固定的。他们的，因为他们说他们这个修佛嘛，他们在生的时候没有修佛，那死了以后呢，因他们的善根以及佛的这个超度，以及我们人间的人呢，为了要对这个孤魂呢、冤魂、幽魂呢，来这个布施，所以他们呢经过这个地方，或者得到的感应，他们一起来了。来了以后，他们听一听，可能他们会停留下来一段时间，也可能呢听一听以后呢，他得到一点利益，得到一点好处吧，他就走了。那个好处有的不一定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就觉得很快乐，就走了，觉得心里这个没有这么忧愁啊、怨恨啊、放不下啦，这种心没有了，他可以走了。走的时候可能也转身去了，也可能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当我们接受死亡，也准备死亡的时候，再回头看我们的人生，态度就会不一样了，对待我们身体的方式也会不一样了。这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正面的力量，这种力量能够帮助我们积极地去处理活着的时候，
所有可能遇到的挣扎和窘困，就算我们的生活品质不够好，我们的人生品质也会提升，并且能够勇敢地往前走。当我们在生命最终的一刻回首来时路，一定会有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畅快吧。平常就是要念佛的，平常念佛念得很顺熟，而信心很恳切，那自己死亡的时候一点也不怕的，因为一时就到佛国净土去了。所以我不去佛国净土，谁还去啊？因为我相信佛一定会来接引我。这个佛经里面说的，这个乃至于临命终时啊，十念念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念十声阿弥陀佛，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是保证去的。那我们平常就多念了，平常多念了，那还会不会去吗？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呢，也打坐嘛，打坐的时候如如不动，随时随地能够保持不受环境的影响，不受外在任何的状况的影响，怎么样子的大风大浪在面前出现的时候，直接都能够非常的自然的勇敢的而平静的来处理。这个时候死的机会可能少一些，活的机会比较多一些，所以坦然的面对死亡。而面对死亡并不是等于是接受死亡，面对死亡就是说有死亡来了我要处理啊，如果不死最好，如果非死不可的我就去了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这死得很好，活也活得值得。当我们能够用平常心来面对死亡，就能够创造人生正面的价值。因为我们懂得珍惜活着的每一刻，保持善念在言行举止之中，同时呢，用积极的态度过每一个日子，直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天，我们无有恐怖，没有遗憾。